上口令就大家好，我是尚乾。那今天要来操作一款在日本目前年轻族群相当流行的一款烫法，叫做 Spin Card。那这一款烫法呢，通常是在巴巴秀经常在操作的一款烫法，是冰加深密吧，一些比较欧美的一种烫法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日本的玄玄就是玄机的玄 Ken 桑。Ken 桑你好。嗨，好。自己紹介お願いします。大家好，我是玄。嗨，我在昌隆大学读中文。兴趣是什么？我的兴趣是打撞球。我打撞球。哦，哎，还有其他看那个篮球比赛。篮球比赛，对于运动类的很喜欢。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比较有个性一点的那一种 spin card， 比较卷的，这样子 OK 吗 ？OK。OK， 好，那话不多说 ，Let's go。然后是卷这边，然后再卷这边，相反的，然后是转四圈，三圈半到四圈。Thank you.
那旁边跟后面我们就是使用是 spiral 的方式，就是直立式的卷的方式。好，现在重点是在于整个轻盈的，然后往前移动。今天就介绍到这里，下次见，谢谢，拜拜。